在家里养兰花，只要你记住这个方法，不管养什么兰花，根系又大又粗，还不黄叶不掉叶，并且呢长得又快又好。我用我养兰花的经验告诉你们，你也能养出这种效果。今天呢就免费的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防止这段视频找不到了，你也可以先点个关注收藏一下。养兰花呢只浇自来水，不出半年就枯萎。只要你往水里滴几滴它，给兰花浇几次，大白根长满盆。只要你给君子兰浇几次，根系又大又粗，所有的花卉粒子都是通用的。我们每半个月滴几滴，直接浇灌根部，就能让家里面的植物根系发达，叶片肥厚翠绿，开花又多。用的就是这个强力生根营养液，养花先养根。